个东西，就是黄色的，然后黄色。80了，81，80，80，50。I'm an old man, so medium。不了解，不了解哦。30公分，30公分，对，30。我记得以前读书好像这样教过。哦。30公分吧。30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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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0
一两年前吧，对啊，很久都没测试。高三的时候，已经记不起来。寒假的时候，因为他们学校是固定每一学期都要做一次，都没有去检查。没有，很久没有。按照你的年龄，你应该多久检查眼睛一次吗？半年，三个月，两，没那么少吧？一次哦，我觉得两次。我不知道，水晶体那个玻璃状液里面的一些剥落吗？就是眼睛上面，然后看起来会有黄黄的一块一块。眼睛后面视网膜的部分吧，是不是？就是一个东西。傲气面对，就是黄色的，然后黄色。还是会模糊，看不到，变模糊，变淡，看得不清楚，会变形吗？看手机，看手机，看太多，三 C 产品用太多了吧，用眼过度，不当用眼，揉眼睛，揉眼睛。阳光就是你没有戴太阳眼镜的话，我们出国会戴太阳眼镜吗？车上会，去海边才会。不会，应该不会吧？就是顺其自然，不会。那是一种习惯，习惯成自然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懂吗？可能会慢慢少，可能今天少个一分钟，减少一点点的时间，有那可能性吗？会了。对，那想对家人讲什么？不要看手机，多陪我们好不好？我们还小，需要陪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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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要定期回去给医生看看哦。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保护自己的眼睛，多多出来户外看看绿色的植物。眼睛真的很重要，如果近视的话就回不去了。有灵魂之窗，自己要好好的爱惜这样。One year and I will do so。他们说的都一定要做到。